是真的，还是三十分钟？你说三万盒、哦？对，三万盒，然后有上新糖果也做得好，对，然后把沙琪玛弄成小的也卖得很好，然后又把这个饼干什么用得很好。你有没有哪几个？我们想听你失败的案例有没有？失败我就被带来了，一定有很一定有失败，怎么可能没有？他今天讲一定就是比较特别的东西嘛，成功的对。你做过什么失败？我想听。蛮多的啊，像刚才嘉颖老师的牛轧糖啊，我们公司就做失败啊。为什么你做失败？为什么？因为嘉颖老师做的太好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去跟嘉颖老师学，对，搞得我们都混不下去了。你觉得他会中的原因是什么？是真的真材实料，二来是他那个应该是有用特殊的糖体去做的，嗯，对，不粘牙、哦，特殊的糖体做中间的馅料，对 对，这是秘方嘛，秘方，对，特殊配方，所以他就被打败了。还有做什么失败？我想听。也这几年做的比较少失败，是因为我们公司已经有蛮多经验值，对，所以就在累积经验值这块就去调配，然后针对这些数据，就是大家说的大数据，对，然后去根据我们这些数据跟我们的客户聊天，然后针对他喜欢的东西去做设计，很科学化哈。他把沙琪玛做的小颗，然后做的不粘牙，而且一个一个包装，他至少打。它至少也能够跟某部分的 TA 能够沟通。嗯，好，然后你刚刚吃的是什么？这是蛋卷，酱心蛋卷，好吃。肉松，对，然后这是花生肉松蛋卷啊，肉松蛋卷，你一定要吃，蛋香好浓、哦。可能我自己做甜点，不管是吃自己或是吃别人，难免会有点腻了。我一吃到有咸口味的甜点，好好哦、我都会爱。哎，我好喜欢你们三位，跟我一样哎。大家志同道合，喜欢这里吃那里吃，然后吃要会记得会讲，对不对？也会很多人只会吃不会讲哦。哦。而且我刚很担心他不拿这个给我们吃，我就最去了。不会啊。我奇怪，我表的不这行呢，他为什么那个放在那边不拿出来？讲一下他的蛋卷哪里不一样。其实这个馅啊不好弄进去，对，不好弄进去。那个工很多，肉松不好弄进去，不好，是手工填馅。而且这个肉松还是很酥哦。这是用知名品牌黑桥牌，这个真的是很厉害，用黑桥牌的肉松，哦，用很好的原料下去做的，好的原物料。然后这个蛋卷的蛋香味都还在，你不是吃到那个香精味？没有，我们公司没有用这个，真的很好吃、欸，你真的很喜欢吃他们家的东西，难怪会30分钟，你要怎么做出来？好恐怖哦！你当时会有马上这么好的成绩，你觉得是因为你品牌，还是因为是这个食物？其实也拜网络的行销关系啦，因为网络那时候我们在台东嘛，所以大家都不太熟悉网络的那个操作嘛。那我那时候也想说，那我们要不要从网络再试试看？因为台东毕竟比较偏远嘛，大家来这边买一定有一定的难度啊。你看我们坐飞机也要一个小时，是，对啊，所以我们就想说从网络再去跟各大品牌宣传，然后也还好认识了那时候的团购组，然后告诉我们怎么样操作这样子。那你当时操作的点是什么？就是唯一台东的味道这样吗？没有，那时候我们算是首创，但后面也蛮多品牌有做出来了。坦白说，但是首创什么？这个甜馅的蛋卷，对，甜咸的蛋卷，甜馅蛋卷哦，对，以前蛋卷都是没有加馅的，对，最空的。真正加馅的那些蛋卷是他们家做出来的、啊，应该说那时候就有蛮多人一起做了，但他应该是很早期做出名，对，所以就真的要跟你一样，宁为鸡首不为牛后，没错，对，一定要拼很前面，在这方面的准。但是他这么年轻哎、欸，这是我很佩服的、欸。因为第一个有烘焙的 DNA， 啊，第二个你觉得你哪里不一样？我觉得是在设计这一块吧，就是我们比较可以用产品跟客人聊天这样子。因为我发现后面大家对送礼的这件事情会比较讲究，尤其在大节日。那大家为什么会送礼？就是我可能会送给长官、好朋友。可是如果我没有再多一点点包装的话，他会觉得说好像有点没面子。对。所以我们在设计上面做了很多的巧思，让他可以送出去有面子，然后也不用花太多钱这样。那我可以很直白问，那你觉得他的包装是不是可以要精致一点？可以调整一下。他很尴尬，很尴尬哈、哦。啊，我很直白哈、哦，大家好朋友没有关系哈、哦。不会。但我告诉你，他的包装如果再换的话，价格又更贵。对，因为我就是要卖成本，我要卖给观光客，他方便好對對對好好拿。是，对、嗯、对。要市场不同，对，走不同路线，你也可以走纯就环保啊，对对对，走原味啊。走包装，瑞奇哥也是很能包、很能装的、啊。对，我要讲的是，他刚对，其实我们给观光客哦，携带方便，因为出门哦，
行李箱、衣物啦，杂七杂八。所以我们的凤梨酥，我们有大盒的包装啦，因为有人重视大盒的包装。那你看这个包装，它一条、欸，这个、是我最爱的，每次出国都带这个。但是里面足足放了九颗哦，哇、欸，它也蛮环保的，对、啊，蛮厉害的。然后这只是一张纸折出来的哦，对，一张纸，嘿，哎、欸，我们这个曾经在。20年前刚做用瓦楞纸的时候参加过，那时候环保署以前有办什么环保包装比赛，我是全国亚军哦。哦，对，欸、真的不、嗯、了不起，就像就一张纸而已，一张纸，就一张纸，就像一张，哎、欸，这边快吃完了，我把那个纸拆开给大家看。啊，对对对，它就是一张纸，哦，是就这样子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真的要设计哦，真的很厉害，它有黏，一体成型，它有黏，里面装了九颗凤梨酥，九颗，九颗也是55克那种大颗的，对，而且它这个出厂的时候，这个地方都已经有黏住，基本上它是不会散掉的，对对对对，那就坚固一点。这个出国一定要带这个，是很方便，很轻，对，很轻，实用啊，不占空间，对，但它走的是那个比较colorful 的路线。可是如果要送朋友，我一定会选他们家。啊，对啦，那个的趣味比较重，那个趣味比较。但红婷一定会说，你光光这一个，你光光这个有做立体的，光这一面，它可能就很多成本了，蛮多的。光这个盒子180块，对，这样就180块。不也是做公益的，给那些孩子们嘛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就是给庇护工厂上去的，安全上去的哈。然后背后长这样子，哎，对，哦，所以其实这个会舍不得丢，很费工，这一定会收藏起来。也对，真的，然后放一阵子就丢掉了。不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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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太可爱了。不会，因为蛮多人会拿来收藏，带回去收藏，表示说我到过台东，对对对对对，没错没错，对。哦，所以我说。设计底就这样，很聪明。吃完以后会留下，因为不然我去台东，除了手机里面的照片哦，要好像也没什么。对，热气球的东西。哎，不知道观众朋友能不能看到我们后面，在后面吃成一团，你知道吗？后面50-60个都是拆装的东西，这马鞋在跨界的啦。啊，你好，我们会不会太老实一点啊？这很乱。今天上节目也太幸福了，吃的好满，因为大家都是同好，对，而且其实都在把自己的专业做到最好，而且里面有很多故事。还有什么没吃到？有蛮多的，这两个也有不能吃的，我这个手工皂就不能吃。手工皂哈，待会我们来闻一闻。是，对，这是什么？有一些我没有订过的，也可以推荐给大家。请用，请用。椰香口味的，对，哎，好棒哦！哎，今天我们这三位来宾带了将近30-40种品项来，我从来没有吃的这么开心过，而且我应该这样说，我以前都会全吃光，没有，我今天决定都一口，然后放一口放旁边，因为我什么都想吃吃看。哎，我也都吃完了，我没有吃一半的。哎，老板自己。带来的东西一定是他很有把握，因为我们有时候订，我们就看他前几名的订。老板带来一定是，哎，他觉得还蛮满意的作品，蛮喜欢的。我丢周啦，大家就会更爱了哈。哎，我来吃这个好不好？好哦，这个是烧虾饼，是虾饼哦。对，又是我爱的咸的。我发现呢，月琪哥一定是一个很好斗、金头到底的人。他吃的很活泼、很海派哎哈，而且他几乎什么都愿意尝试。因为上节目没有发便当给我，所以这样讲不好意思。等一下我去买便当送你。这个椰香的好好吃哦，那是冠军哦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我们把那个。桃酥啊，变成台湾味的桃酥，然后变成小小的这样子。桃酥变这么小？对。椰香味，应该很酥脆，对不对？好好吃哦。我觉得你要吃一下虾饼。好。我觉得它的虾饼哈，我怎么解释哈？虾饼都因为一般虾饼。因为一般虾饼都是用炸，对不对？然后炸的干，有点干，比较稠稀的，它是好细致。你就以为对不对？对，好细致。你讲的是对的。我没有吃过这么细致虾饼，能够稠啊，点点，真的好脆脆，它有点就是很嫩那种感觉啦。台东怎么这么好吃的东西啊？不是，怎么好吃？我觉得红婷就是来干掉了啊！不是，我讲错了。我真的好想要。真的真的，哎，我吃了就觉得真的厉害，可是他没有烘焙师的背景，他为什么能够做出这么多？是有啦，就是一直有在学啦，然后但我没有真的去拿 license， 但我弟弟是我们公司的师傅，还有当地的一些烘焙师傅啊，还有一些知名的师傅是跟我们公司有一些技术转移跟联名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弟弟是烘焙师，对，哦，然后一直在翻转台湾味，我们一直是从台湾的。
古早味的那种传统零食在找灵感，到底怎么样可以把这些事情再延续下去，做更细。它是现在台东唯一有高级双认证的那个食品加工厂，对，它其实有很多知名的世界面包师傅也都是请他代工，对，都跟他们联名啦，甚至有各种不同的合作。那你以后就什么都卖啊，他帮你带就好了。我这世界没有烘焙王，他呢已经一堆店家要请他代工了，我们还排不到。有有有，排得到，排得到，不会，对，他就说可以可以，没问题，帮我做一个柚子口味，认真的认真的，这真的还有做布丁柚子口味。对啊，你帮我做个柚子口味嘛，里面就加柚子馅，然后你就多了一个花莲柚子的新产品出来了。啊是啊是啊，因为这个东西他比较专业，术业有专攻。因为台湾人真的很喜欢吃蛋卷哦，其实什么季节都可以送蛋卷。而且我们柚子真的永远不嫌多。是啊，农民只要种的，我们就帮他弄。在产地嘛。对啊。